沙瓦 DB 咪新年快乐啊！嗱，呢条片迟咗少出街，但希望大家都中意啦。话说喺31号晚 ，Icon 视野喺河边相当之热闹、啊，睇下群情汹涌啊！仲有佢上面嗰啲 Starbucks 啊，一啲嘅餐厅啊，总之有露台咧就俾人 book 晒。咁当然有 extra charge 啦，等大家可以睇烟花啊嘛。下面咦，绿色嗰啲咩？咪人群咯，睇 concert 啦。有大歌星、大明星演出，咁啊，梗系多人嚟睇啦。跟住要去嘅就系呢一个曼谷嘅半岛酒店啦，睇下，哇，同几年前好唔同喎。几年前咧，随即我都系参加你一啲嘅 gala dinner， 但嗰阵时话晒都仲系疫情当中，同埋疫情之后唔系几耐啊。參加人數梗係唔多啦，而且都有好多係泰國人。咁當然泰國人咧對於一啲嘅節日有時就唔太浪漫嘅，咁亦都唔會著成隻雀咁樣嘅。咁我真係見過聖誕晚上咧有泰國人著短褲拖鞋嚟參加呢啲加拉丁啊，但而家已經唔同曬啦。今時今日見到嘅，哇，都好多西方遊客，又或者啲居泰西人啊，個個咧著到真係晚禮服、占士邦同埋邦女郎咁樣出席喎。時間咧就12月31号晚上11:30到啦嚇，咁樣置身於就曼谷半島酒店啊，咁樣我哋見到咧現場衣香鬓影啊，又有嘢食，有嘢飲，又有歌舞表演。Hello， 十萬年級嚇 ，How are you？ Happy New Year 啊！咁咧一如以往咧，曼谷嘅倒數咧最精彩就是河邊啦，因為有煙花發放啊嘛。以往嚟講咧個程序就係、是Icon 視野門外唔係門外啊，我 Icon 視野嘅外面就發放煙花，然之後一眾酒店咧就會跟住放。但據聞咧今年咧有少改變，一眾酒店唔會放。嚇、啊，酒店唔放冇嘢睇啊！你放心，唔係酒店唔放冇嘢睇，而係咧俾 Icon 視野放曬啊！以往咧連埋 Icon 視野同埋酒店咧有6艘船嘅，但係今年咧據聞淨係 Icon 視野咧都有8艘船喎，有8艘船咁咪有排放。咁著到咁靚仔，梗係要同啲好朋友影下相啦。哦，冇問題啦，影靚相嘅話 ，OK 出發。同啲 friend 影完相之後，即刻上房睇表演，冇錯啦，無人機啊。其實咁樣嘅呢、這個無人機表演咧，咁主要咧係單方向嘅。是俾 Icon 視野嗰啲嘅貴賓睇嘅，咁我哋喺半島酒店嘅即係 Icon 旁邊睇咧，其實睇到咧就唔係咁立體，唔係睇到一啲嘅圖像，即係你想象下一個平面嘅東西，當你唔喺正面睇，你喺旁邊睇嘅時候會睇到啲乜嘢咧，都唔知睇到啲乜嘢，有少少失望啊。咁但唔緊要啦，咁呢個製作咧都認真嘅，而且成個團隊據稱咧都使咗好多錢噶。即是話，若然下次再有機會睇呢啲無人機表演嘅話咧，咁一定要喺前面睇，喺左邊睇同右邊睇或者後邊睇咧，基本上睇唔到啲咩嘅，真係可惜。唔緊要，最緊要有煙花睇，一息間就有煙花發放啦。喺半島酒店住過咁多年，睇過咁多年嘅煙花匯演咧，咁一定知定咧。其實咧就喺度住都好啦，喺房間睇就唔係最正，喺樓下嗰個 party 地帶咧都唔係咁正，最正咧就係泳池依度啦。喺泳池依度咧無遮無掩喺依度睇咧就最正。咁於是乎咧就喺呢個位置影俾大家睇。話咁快咧，煙花發放開始咗啦。今次咧我就專登唔講廢話，大家靜心欣賞啦。去到尾部咧都好靚嘅，大家真係要留意。其實咧都發放咗有差唔多20分鐘嘅，不過咧即係20分鐘直落俾大家睇，賺大家飛帶嘅啫。咁既然係咁，我精選一啲較為精彩畫面俾大家睇啦，大家靜心欣賞啊！
精彩啊？正唔正？梗係正啦！我瞓喺度影俾大家睇，有辦法唔正啫？其實咧，同一樣嘅錯誤咧，每年都會犯一次。每次咧喺半島呢度影完煙花之際咧，我都會同大家講：係喎，早知道咁啦，係喎，出年唔好咁啦咁樣。但係結果年年都係咁啊！一係咧就繼續喺房裏邊影，跟住然之後影到好多嘅牛即係一個倒影啦嚇咁樣。咁一係咧就係咧好聰明咁走去泳池或者其他地方，以為冇人啊，以為咩咧？咁但係你個鏡又唔夠歪啊嘛。咁結果咧你又要咁又要咁又要咁，都幾辛苦啊。但係今次咧精咗啦，見咁嘅情況咧，我走咗落嚟喺泳池嗰啲椅啊，係啊，我瞓喺度影，瞓喺度咁樣喎。喂，雖然個鏡頭唔太歪，但係咧個角度都 OK。頭先你睇到啦，哇咁樣喎，係咪好正咧？直頭正啦嚇，係啊，係咪好聰明啊？都聰明嘅，瞓喺度簡直瞓身演出、瞓身拍攝啦咁樣。咁希望呢條片大家會滿意同中意啦。好，再次吸收呢個教訓咧，出年咧一定要諗個新嘅策略，睇下點可以再影好啲先得，又或者。個機可唔可以再加啲大啲嘅 wide angle 或者 whatever 咧 ？Anyway 唔緊要啦，咁最緊要就係拍到啦。咁好老實講，我直落20分鐘你都唔會睇曬啦，你都係睇飛睇嘅啫。咁 anyway 都叫做滿意啦，可以收工啦。啊咁快要除衫啊？轉多個圈先啦，影多兩張相先啦。冇乜幾可以著咁行啊嘛，係咯，拎埋朵花添咁樣真係係咯。啊，咁而家時間係喎，咦？過了12點啊，新年快樂，新年快樂，祝大家新一年有好的發展，好的開始。那我新年有什麼願望啊？我的願望首先第一就是衝油泰國10可以有更好的成績，那10之後會不會再有11、12啊，那就不知道的，希望會有好的發展，不敢說新的發展是好的發展。那至於講到說我身邊的朋友啊，那各方面希望大家對我好一點，同埋揸我啲錢，盡快俾翻我啦，唔該，係啊，我好等錢啊，我好等錢使，快啲還翻錢俾我，唔該。如果唔係咧，我拎啲衫去賣嘅，啲錶啊，各方面我要買，你要唔要啊？詹姆士幫我Omega要唔要？我八折賣俾你啊，係啊，眼鏡 Sam Miyake 要唔要賣俾你啊？嚇，即係唔想賣嘢嚇，我希望大家即係盡快還錢俾我，咁盡快找數俾我，咁我嚟緊一年咧就可以繼續生活得開開心心咁解啦。好 ，anyway， 祝大家呢一年。这个2024年有好的发展，最重要身体健康，生活愉快，多谢大家，多谢晒，请啊，拜拜。虽然烟花发放完，但人群仍未散去，一个二个咁 high 做晒动作嘅，听紧咩歌啊？知唔系 YMCA 咯？但系因为版权关系咧，我唔够胆播俾大家听啦。大家不知几 high 啊，喺度载歌载舞，咁就微臣告退啦，小弟上房休息啦。但上房休息之餘咧，都俾一個小 tips 大家，慎防大家諗住出年咧再嚟河邊倒數。老實講，好唔可以捱乾試飲睇倒數咧？你走嗰陣咧，你真係搭車艱難嘅。有朋友話俾我聽咧，花咗兩個幾鐘頭先翻到酒店啊。既然係咁，不如住喺河邊一眾酒店啦。半島酒店好貴喎，半島係貴㗎。咁跟住對面嘅文華東方更加貴添啦。咁但係河邊有一眾酒店又唔一定要住呢啲貴嘢嘅，其實咧河邊一眾酒店唔係間間都可以睇到煙花嘅。舉例較為平少少嘅有香格里拉，係啦，或者鏡頭pan過去左邊有 Millennium Hilton， 即係 Icon 隔離啊，同埋對面嘅 Sheraton 都係睇煙花發放嘅好位置。至於其他河邊酒店咧，大家不妨咧上網睇睇超拍爺河嗰個地盤圖啦嚇，睇下佢係究竟彎定係直啦嚇咁樣。咁同埋主要咧咁多年以嚟放煙花都係喺個視野前面嘅啦。咁大家自行作出決定啦。好啦，睇到呢一度，既然昨天晚上影咗咁多靚嘅 video 同靚相，倒不如再一次將啲靚相同大家分享一下啦。祝大家有個燦爛嘅2024，開開心心，最緊要身體健康，工作愉快，生活愉快，揾多啲錢，同埋咧健康真係好緊要嘅。希望大家心想事成啦。好多謝大家收睇，喜歡咧記得 like 啦、share 啦、訂閱啦。今日今日嘅 long long， 你就唔會錯過胡偉聰每一條片啦。仲有想贊助胡偉聰嘅，記得喺 PayPal 嗰度贊助我支持我啊！多謝大家，多謝曬。